那什么，刚才给谁打电话呢？叔，您咋还打听这事儿呢？吊我胃口，是不是谈对象了？叔，您都跟我妈搞对象了，就不兴我有个爱情了？再说了，您肯定了解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渴望。理解了，对对，记住，以后在你妈面前多说点钱叔的好话。您放心吧，还钱叔？那我女朋友您呢？你放心，她一到，我马上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哎呀，太好了，叔啊，我今天让她来，还真不是来吃饭的，我主要想让您帮我把把关。把什么关？您要是看得顺眼了，那我妈那边不也就同意了吗？我看顺眼了，你妈也不一定同意。您看顺眼了，肯定同意，因为我觉得您看女人的眼光特别准。要不然不能一眼刀上我妈。这不是跟你吹呀 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我是最有发言权。对，孩子，看女人好不好，不能光看外表，一定要看内在，懂吗？老板，买单。哎，好。哎，哥，您这个是不用找了啊。干啥不用找啊？你哥不是，不是哥，你不钱不够。哎哎哎哎，先给他记上账，回头一起算呗。叔，您给我详细说说这个内在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发生的一幕。我坐地铁回来，地铁今天人特别多，可是在地铁里就坐了那么一个漂亮的女孩，那叫一个好看。但是在她对面站着一个老人，这老人从背后一看啊，没有脖子，没有腰，浑身上下都是膘，足有200多斤重。哎呦，在那站着，那腿我看都直打晃。哦，可是呢，这小女孩呢，愣是不给这老人让座啊。那老者搁那说的：“姑娘，你起来，让我坐一会儿吧。”那女孩说的：“这是我的座，我凭什么让你坐呀？”那老者说的：“姑娘，我求求你了，我有点站不住了。”姑娘说：“你站不住跟我有关系吗？哎，这是我的座，我不让你坐咋的？”那老头就说了：“姑娘，我求你，我给你跪下了行不行？”那小姑娘说的：“不行，跪下也不好使，这是我的座，哎，我就不给你让咋的。”你说说，气人不气人？太气人了，您说这个。这说明什么？啥？说明这个年轻的小孩不懂得尊老爱幼，对，一点都不孝道，是不是？你说像这样的女孩长得再漂亮，咱敢要吗？您放心，这样的绝对不要。但我跟您说，我对象不仅长得好看，心特别的好，一会儿您见着就知道了。您先给您提前剧透一下，这是他刚发的那个自拍，您瞅瞅。哎呀，嚯，五官挺清秀啊，双眼皮儿，还是瓜子脸，俩酒窝，看怎么有点眼熟呢？像哪个明星呢？这不就刚才在地铁里我看着不给老人让座的小姑娘吗？啊？不是，不能吧？这多可爱啊！可气，可爱，可气，可爱，可气。叔啊，您这啥脾气呀？您这个摔手机干啥呀？您这脾气得改呀！您不是说是不是您看错了呀？我怎么能看错呢？哎，正好，我录了一段小视频。你看看是不是这小姑娘？我看，看看是不是她？是不是她？不能吧？这多可爱呀！可气！可爱！可气！可爱！可！可气死我了！说你咋不拽了呀？我听你的，我这脾气适当得改一改了。哎呀，气死我了！不是叔，宝其中这有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是不了解当时那种情景啊！当时呢，看你看他那小样吧，那小脸白的跟个瓷盘子，那眼睫毛忽闪忽闪跟个门帘子似的，那两只眼睛滴溜乱转跟个四喜丸子似的。不是叔叔叔叔，背后说人不好，背后人不好。什么背后人说人不好？别说背后，当面我也敢说。当谁的面啊？我当你的面。什么时候进来个大活人呢？哎，叔，我对象洋洋。超，这就是你的爷爷吧？爷爷。爷爷好，爷爷好，爷爷爷爷你真好。不是我爷爷啊，不是大哥。大哥，大哥好，大哥好，大哥大哥你真老。什么大哥呀？什么爷爷呀？什么辈儿啊？这是，我告诉你，
我是小超他妈妈的男朋友。哎，这么说您就是我跟小超未来的爸爸吗？爸爸。停停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属兔的？哎呀，您猜的怎么那么准呢？没错，我就是属虎的。你是挺虎的。不是你杨儿，这以后是咱们爸爸，你不能这样说。对对对，哎，别这么说，担当不起。我未来可能会成为你的爸爸，不可能成为他的爸爸。这样的女儿我可不敢要。没事，待会儿、啊、叔啊，保不齐是误会，您别这样。误会什么误会啊？我问问他。哎，对，哎，杨，咱坐下聊，坐一聊。哎，请问你今天是怎么过来的？坐地铁呀。为什么？叔，现在节能环保低碳都坐地铁，多吃苦耐劳。嗯，地铁挤不挤呀？挤，那地铁车厢啊，满满的全是人呢。辛苦了，宝贝儿。没事儿。那你是挤过来的呗？嗯，我有座儿啊。你瞧人这命，真是。嘿嘿，有座，别夸的有点早。哦。不是，我看您怎么那么眼熟啊？贝贝，我刚才在地铁上好像见过您。不能，我记得我刚才看见那个人个儿有这么高啊。没错，当我上了地铁，那人多挤的，我两只脚从来就迈过地下。超，过来一下。哎，我告诉你啊，这老头可不是啥好人。怎么了？刚才他在地铁上偷拍我。啊！快点跟咱妈说一下，让他注意点啊。不能吧，保不齐那钱叔玩斗地主，正好这镜头冲着你呢。你家玩斗地主还开闪光灯啊？王渣特效啊！小二，过来。哎，为了你妈的晚年幸福，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应该在一起啊。但是考虑到你的感受，嗯啊，我再考验考验他，如果他能及时改邪归正的话，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超，过来一下。哎，为了咱妈的晚年幸福，我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嗯，不过考虑到咱妈的感受，我可以再考验考验他。如果他可以悬崖勒马，我还是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的。妈呀，你俩说话都一模一样啊！你俩别有血缘关系吧？什么？我跟他有血缘关系？瞎说，我多高他多高。什么？我跟他有血缘关系？说出来你们大家信吗？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不信。哎，那个孩子，我不管你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作为长者我应该告诉你，一个年轻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比如在地铁上用手机偷拍一个年轻的女孩，就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位爷爷，叔叔，你偷拍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我就想把它发到网上去，让很多的人，更多的人看到一个不给老人让座的小女孩长成啥样。谁不给老人让座了？你是那个老人非要让给我坐的。那个老人长得大圆脑袋，水桶腰，高风亮节，品格高，那叫一个可爱，可不像某些叔叔让人那么无奈。听见啊，听见，我给我来碗疙瘩汤。来碗，来碗啥？疙瘩汤。疙瘩汤没有，给你来碗气吧。我是啥动物啊？喝气就能饱啊？大爷！哎呀，姑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这是我亲家开的店。哎呀，超啊！啊，咱妈的男朋友咋不是他呢？啊！我一看这大爷，就特别特别的亲切，而且你不觉得你俩长得还挺像的吗？哎呀，别，哎，咱先不说这个像不像的事儿啊，我问你，嗯。刚才你是不是在地铁上？你在那站着，你对面坐了一个女孩，是不是她？她不给你让座，是不是她？你咋知道呢？哎，大爷，麻烦您帮我跟这个爷爷解释解释吧。他那个座位确实是我让给他的。那我就不明白了，他这么年轻，你岁数这么老，你凭啥给他让座呀？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呀，我是打起点上的车，我一上车吧，啊，那车上就有座。然后你比方说现在你就是我啊，你上车你就坐这儿了啊。随后我刚坐下，后边就上来一个老大娘，这老大娘长得特别慈祥，挨着我吧她就坐下了。
坐着坐着吧，这个大娘可能岁数大了好困，她的脑袋就靠在我肩膀上，靠着靠着吧，一激灵她就躲开了，过一会儿吧她又靠过来了，一激灵她又躲开了，然后又靠过来了，这回没激灵她打上呼噜了，然后吧他也不知道梦着啥了，他就冲着我笑，笑得可甜了，你学着这么恶心，然后他这只手吧就搂在我的肩膀上，亲家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搂他呀。啊不是不是，我是说你当时肯定是这么干的。我能那么干吗？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就只好在这忍着，我忍着，一抬头一看，我忍不住了。为什么？满车厢的人人手一个手机对着我，你说这要是哪个人吃饱了撑的拍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让我老伴儿看见，我下半辈子浑身是嘴我都解释不清啊。大爷，哪有吃饱了撑的？哎，亲家你说有这种人没？可能有这种吃饱撑着没事干的人，闲的呀，干啥不好？干嘛拍这玩意儿，对不对？啊，对了，你怕拍，那你就起来呀。我起来，我没跟你说吗？我就坐在这个座啊，这旁边就是那个铁栏杆。我要一起来，那大娘脑袋咣，那就得出大事儿。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姑娘过来了。我说：“姑娘，你坐这儿吧。”哎，大爷，您坐吧。哎呀，你坐吧。大爷，我坐着您站着不合适。哎呀，我求求你就把你这个肩膀接着个大娘靠一下啊。大爷，咋的？你还非得我跪下求你啊？大爷，就咱们这个场景啊，被某些人给偷拍了。谁这么吃饱了撑的？哎，钱叔啊，跟您说这事儿一样，但是动作全对，内容全错呀。我就说误会吧。哦，那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那个，我当时离他们距离有四五米远，我光看着动作和口型了，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个都是在做好事儿。哎，对呀，姑娘，看来叔叔是误会你了，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哎呦，叔叔，您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把手机那视频删了就行了。啊，这可不能删。万一别人也拍视频了发网上去，我可以拿这个视频给你证明。你以为别人也像你这么吃饱了撑的呢？谁吃饱了撑的？咱就说话。说叫谁呢？来叔，您看现在这误会也解开了，那小杨您这关是不是就过了？啥叫过了呀？打这孩子一进门，我就觉得这孩子淳朴可爱，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我就想啊，这孩子要是我亲闺女该有多好啊！嗨，可惜我没那命啊！哎呀，没事。那什么？哎，孩子，叔想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啊。您说。你说你长成这样啊，他长成那样。叔，您哪头的？不是那个，考验考验。啊，对。你说你看上他什么了？我看上超胖胖的。现在的女孩都喜欢瘦瘦的，她跟别人女孩不一样，喜欢胖胖的。为什么？对呀，那男孩子胖胖的多可爱呀，而且笑起来还萌萌的。超，给叔笑一个。超，你每次一笑，我整个人都要融化了。他这一笑，我怎么感觉那么可怕呢？那什么，亲家，你呢？我没敢看啊，你不敢看，不是，孩子。啊。小超那眼神也特别不好啊。我就喜欢眼神不好的呀。啊，我们俩上街我都不让他戴眼镜，满大街的美女他全看不见，他只能看见我一个人。这超啊，叔问你，你眼睛多少度？600。超，咱们再努力努力，争取凑个整，长到1000度。好，哎呀，那更啥也看不见了，就是。谁说看不见呢？来，超，咱们给他们证明一下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嗯，来抱一个。杨儿，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这眼神我也是醉了。来，赶紧赶紧快点，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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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儿，我
钱叔，您没事老抱我干啥？您这钱叔啊，跟您说句实话吧，其实啊，我最喜欢超的就是他善良、朴实、心眼好，不良习惯特别少。孩子，你这算说到点上了。超啊，说，告诉钱叔，你喜欢他什么？漂亮、大方、心地善良，关键是孝顺。他孝顺起我妈来，我看着都嫉妒啊！听见你听见没有？将来对你这个爹也错不了。而且呀，他多才多艺，唱歌特别的好听。他的歌声绝对是声音清脆，绕梁三日，贼好听啊！哎，有点过分了吧？唱的有那么好吗？杨，给叔叔大爷们唱一个。行，那我就给叔叔大爷唱一首我最拿手的歌吧。大爷给你鼓掌。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面冲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总是让我独坐你家里的歌。好，好不好？哎，唱得太好了！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啊！这是，亲家，哎，赶紧走吧。干啥去？你不想多活几年吗？哎呀，哎呀，我的。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歌声。那你说叔叔喜不喜欢听啊？问问他们。人呢？啊，我钱叔人心特别细，估计去花店买花要给你献花。走，上花店。干啥？再给他们唱五遍。对，不听完谁也别想走。